谁会回你啊？大傻。我不知道什么印象。一秒直接跳河。我来抽一个好。你抽一个。我来抽一个好。你抽一个。太神啦，神丸。我的天啊。抽一个，然后打一段话。他也加你，然后爆蛋，你姐不是在公开帮你征友吗？迪卡上面。你认识星海豹哥吗？嘎啦！哎，我这只一分。爆蛋也是玩潮牌的、啊，爆蛋，你们可以去问爆蛋一些潮牌，他应该都会跟你们讲，他对潮牌好像蛮了解的。爆蛋是潮的代表。嗯，他很肯在潮牌上面花钱，而且很了解。鞋子啊，衣服啊，外套啊，裤子啊，你都可以问。好，对。你什么？讲话小心点。小心。报警报。包蛋就是会在那种艾迪达前面拍照那种。嗯。是啥小啊？包蛋唯一买过的平价品牌，应该就只有 Style。买了，那应该是他这辈子唯一一个平价品牌。他觉得这衣服不够平，奇怪。每天想就帮你算16000，工作大概1万。请问是跑跑？谢谢。SPO 就那个啊，跟跑跑合作的那个衣服啊。他、啊、那个一件就200-300啊，啊！所以我说他那个他应该一辈子就只买过那种平价品牌。可是我衣服都买200-300的，我衣服也都买200-300的，还好了，没有那么夸张。我衣服不会买超过2000，大概都800-1000多。我衣服有四分之一都是那个、欸、Net 跟 GU 的。我买过最贵的衣服是我们的西服，干西服不便宜，西服快2000吧，真的不要浪费钱啊！纽约跑1:22，还蛮快的、啊，一只手机50000，都可以买机车哦。再买两台阿奇。呵呵，尹妈的笑声，嘿嘿嘿。英雄。哦。我怎么变成妈的笑声？你妈笑声是这样哦？根本就没有。我操，没听过还行。他没笑过吗？太不笑声了吧？人生那么无趣的吗？没在笑的。表达他没有那种小声音，跟你讲话都没笑，很好笑，你可以给他看。你给他看那个小瓜 R44那影片，还看不懂。你就成啊，成人你教他，给他看你唱歌的影片，我看应该会有感觉。他应该哭吧，我儿子不想活了吧？靠背。你们到底要玩什么？极速跑跑，跑跑，我们是跑跑。真好，要不要跑？女人都跑了，我在直视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等你。你不在吃汉堡吗？要跑48了。八的概念吗？然后可能跑到48。啊！干你娘，撞到！啊！你撞到脚底。哎呦，到底怎么不弹呢、啊？真的，到底怎么不弹呢、啊？哪里不弹啊？你们在说哪一关？那个主审，翻车怎么不弹？
哦，这个旗袍怎么不弹？我自己睡啊，感觉好像空间蛮大的。没有啊，六平，一个人住很够吧？没有啊，咖啡就是。我不需要空间大啊，最主要是里面有东西啊。我会租是因为它有独立洗衣机啊，不用跟人家抢洗衣机。它一个月租金多少？7200。我操，蛮便宜的。没有、啊，在南部算贵。他是对啊，1700啊，就两个人睡就可以。两个人没有，不能两个人睡，好吧？为什么不能两个人睡？嗯，他会抓，因为他有双人房啊。那可以带人家回去睡吗？可以吧，不要被发现就好了，他也不会管你啊。他是饭店是不是还要抓？他是王惠丽。你房间是几平啊？应该一平。一平？你真的用了对吗？他是很认真的在讲这个。我很认真在讲，那我在开玩笑。认真。那我在开玩笑是不是？大概一平是多大、啊？一平就是地下的三格吧，差不多，就那种白色的大砖块三格。屁呀、啊，三格大瓷砖，差不多三个停车格吧。我操，两三个停车格差不多。干，这怎么这么住哦？会交啊？我也不知道谁，我跟蛇王，然后 Coro 要吗？可以啊，我会交啊。好，那就是加一个爆弹。啊 ，Coro 可以不要吗？中立是国际城市。嗯，中立是国际城市。啊，去了就出境啊！要带护照也不知道，要不然你以为 RG 为什么要送护照套？因为他知道比赛选手一定有中立人。结果没有，因为中立那一下大雨，住不了。哎、欸，昨天宫颈有去了，是中立人吧？他只在中立读书而已，他在内地、啊。哇！不要再说他中立了。啊，对，他在中立读书。他那时候独立中哦。没有，我高中中立啊，大学内地啊。啊，原志不是在平镇吗？内、啊、地没有，原志在内地啊。内地是啥小？有这个地方？内地有啊，内地中立的郊区。内地是那个昆平的高中。昆平高中读的啊？内地高中啊？真的假的？他有讲啊。内地高中，我的名字还真特别。内地，内地高中是。中立县第三志愿，中立县，中立县是怎样？中立自己变一个城市，妈，中立怎么变一个城市啊？听说园林是不是要变一个城市啊？镇吧，园林是镇啊，还不是城市。他不是越来越脏话吗？我听说原力要变一个独立的阿、啊、巴，他不是原力是在脏话里面吗？对啊。那、啊、我听我朋友说，好像原力要变一个独立的。应该没有吧？因为他们人不够多啊，人口不够多就没办法升格城市啊。原力都有钱人的、啊，不是原力都有钱人，是有钱人都在原力。对啊。是，就是原令还是有很大的那个贫富差距，只是台湾有很多亿万富翁都住在原令，可是不一定原令都有钱人。哦，已经原令是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希望在
大学毕业之前可以听到卢秀燕盖，哎、欸，不是卢秀燕，卢秀燕是台中那个。彰化，彰化是谁啊？我靠，我记得彰化是谁？希望可以看到他盖捷运，因为我知道他的政见里面有一条是要盖捷运。你说彰化盖捷运哦？对。有点难吧？希望可以看到。那我就可以坐捷运去园林买麦当劳了。或者是让社头盖一间麦当劳，要不然我们叫外送都没办法叫到我们这。哇塞！刚刚你去加盟啊？你看你去哪？不知道市长是谁？废话，我只知道县长啊，因为我们是在彰化县啊，彰化市不是我们这边的。快，你先跑，你弄这个跑完干。包哥还有做，还有吃麦当劳。嗯，我等一下应该会叫吧。那你要叫我的吗？不要。干。太神啦，七八路屌干强硬宝宝。他自己撞墙。太神啦，七八路逼到宝宝撞墙。看一下十八路各一逼车，彰化也没有 Uber E 啊，也没有福片达，彰化是有吗？我不知道，彰化现在肯定还没有。彰化没有 Uber E， 嗯，花坛没有，我们社头没有啊。妈的，半夜都在吃霸王是？霸王也关了，好吧？园林是已经变市了，是不是？园林有福片达很正常啊，但社头没有。我之前去过一次社子，我才知道社子它真的是一个岛哎、欸。社子是什么东西？在台北里面啊，台北是台北最乡下的地方吗？台北市。谢喽。我在那边搭飞机，不就社子飞机？好笑、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哥。我的 No Live 直播时间从这个月开始正式改为8点到11点喽，日期则是一样为每周的1、3、5、6。大家要牢记直播时间哦，记得来 No Live 找我玩哦。